就日常一点，想突然想，就是说，就是你也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就一年吗？所以就啊，那个手我也不知道是什么，跑步，就想录个视频，然后就一直就是从之前200天你生日的时候想给你做那个照片那个东西之后，然后再加上圣诞节给了你买手表之后，好像。除了两个人一起在一起过，好像也没有真的我为你再去想干嘛干嘛过吧。所以就想了想一年嘛，然后就也不知道能给你干嘛，然后就想说做个视频吧，虽然有点土，大家都说挺土的，然后也不知道能干嘛了嘛，然后想想。手工嘛，手工其实时间也挺赶的，也不知道自己一直能干些啥啊什么的。之前也是用了一个月左右才做的那个东西，你也知道我是个比较懒的人，然后也其实没什么脑子，比较蠢，嗯，所以就想说就做个视频，然后因为也不是什么生日，但是想说如果就我一个人一直在那边说，好像太无聊了，所以我就。找了一些你朋友啊什么的，就是一起帮个忙说一些话。你要不，反正你就先看他们说什么吧。就我压轴可以吗？我压轴。嗯，然后么么哒。嗯。Hi Alex. This is Haley and congratulations, you guys 1 year. Yay!You're so good. You're really good 男朋友 for Michelle, and really good friend for me. And then you're so handsome. 妈的，妈，人家不说帅不帅了，就人好就行了，对不对？那对不帅也很好，那你们以后就幸福下去吧。Hello, 大哥。听说你们后天一年了，不错不错，挺好的。谈那么久不容易，好好处下去啊，牛逼！还有你那么好的人，我天天带我去健身，谢谢大哥。谢谢大哥。还有好好对小米，我这个就不鞠躬了。好好对小米啊，都一年了不容易。OK OK， 拜拜。Hi Alex， 所以你是个，我感觉你是一个逗逼傻逼脑残，这是你需要叫我说的，所以 That's all， 拜拜。开玩笑，好认真。所以在我印象当中，你是那种就是一直呆呆的，然后话不多，可是如果开始讲话的话，就那种很 obnoxious 很啰嗦的那种人感觉。然后还有你是我的cat advisor， 耶、然后虽然我们就是没有经常 hang out 或什么，可是感觉上就是你是一个很不知道脑残，有趣，没有想说的，就这样，拜拜。那个 Alex 是个很好的人，是我的男神。我有一次受伤了，他还帮我包扎，非常的好，希望能和小米那个。99.88。嗨，大家好，我是小猪陈思宁。今天我要带给大家不知名的悲伤。友谊终
情绪是不具名的悲伤。Hello， 我儿子就是认识挺长时间的，认识很长时间，然后，我也不记得是怎么认识的，大概就是他从我的看书小弟变成了我儿子，然后就是一个很 sweet boy， 特别好，希望你俩好好幸福，好好过，周年快乐。Hello Alex， 祝你跟小米一年快乐，然后希望你们两个能继续好好在一起，然后你是个好人，然后经常送我们回家，然后还给我们买喝的，然后还跟我们一起去健身房，虽然你们两个都快要毕业了，然后但是我会想你们的，然后你们要多点回来看我们，如果结婚了的话，记得要请我跟小米喝，不，什么请我跟小米，请我们喝喜酒，还有就是要好好对小米，最后一句，还有就是不要看上别的美女。好，第一次认识 Alex 在学校，然后刚来 Oxford 第一天，他就带我出去吃饭，然后跟他玩的最好，刚开始。自从我有了杨浩俊杰，然后他谈了恋爱之后没什么接触了，不过觉得他们是真爱，希望小米能和 Alex 好好在一起。刚认识 Alex 的时候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活泼外向的小男生，那慢慢了解之后发现 Alex 也有非常细腻然后非常处女座的一面。认识七年，虽然高中毕业之后没有很多机会可以一起见面吃饭聊天，但是每次见面都会觉得说小男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稳重，然后还是一样的善良，懂得理解别人。那我知道你马上就要高中毕业要开始新的生活了，那在这里希望你可以一切都顺顺利利的，然后要越来越幸福越来越快乐，最主要的是记得要珍惜身边的人。那我们下次再见啊，拜拜。祝你和小米一年快乐。然后你眉毛都没你吧，是个好人，人蛮好的，脾气也不错，希望你们俩好好的，然后马上就要毕业了，也希望你们一切顺利。你真帅，然后你也很好，希望你跟米歇尔好好的在一起，一年快乐，祝福你们。Hi Alex,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1 year anniversary. I want to tell you what kind of person I think you are. I think you are honestly the smartest dumbass I know. Dumbass because you act like a dumbass sometimes and a douchebag, but you're very smart, you've assimilated into this culture, and you've found yourself a great girl to be with.Well done. I know you'll succeed in life, and I know that you both will help one another succeed in life as well. Keep it up. 我刚跟 Alex 认识的时候是跟他一起打球，然后他人蛮好的，就是有时候拍掀你帽子有点傻逼，有点贱，但是其他的话就完全 OK， 没问题他的。Hello， 你应该知道我是谁。我们认识时间也不是很长，也就今年才比较熟吧。然后我爱的我那些瞎搞，然后，你 Alex 人挺好的，就是，老是，大哥，哦，也很会逗人开心了。然后，既然今天是你跟米神一年的。日子我就祝你们久久好了。对了，下回记得欠我一顿玛莎鸡啊。你做的很舒服，我承认。奥错第一玛莎鸡王，就是你了，艾利克斯。Hey, Alex. It's finally you are with Michelle for a year. I hope you guys have a make
more great time than last year. And I know you are the person who are really caring the person, and I'm really hoping that you guys are always be together. Daniel, 虽然我们是台湾人，然后我们跟你关系也还不错，然后你也会常跟我们大家开玩笑，所以你是一个很好的人，很高兴能跟你们当朋友。我觉得小 Alex 是一个外表很成熟，但内心却是一个小屁孩的感觉。我也是前几天才知道他竟然比我小，然后呢，他这个人有点逗，但是人非常的好。虽然我没有跟他玩很多次，但是我还是比较喜欢台湾同胞的。Hi Alex. OK. 你好。现在你不在学校。我记得你之前打 CS 的时候都一直拿那个什么狙的，然后说自己是什么什么神狙之类的东西。然后就这样了。我觉得 Alex 呢，他是个特别好的学生。我记得他刚开始认识他的时候，他经常辅导我做功课什么的。比如说有时候像之前我放学嘛，然后就在路上看到 Alex， 他会帮老爷爷老奶奶过马路。所以我觉得 Alex 真是一个很好的人。我跟小孩认识时间也不长嘛，也就大概年半的样子。然后我认识他是因为我之前有个朋友叫宋林科，然后他是他弟弟嘛，然后一年半我真的不想认识他，这个人真的讲道理有时候挺蠢的，经常干一些就是莫名其妙的事情，然后但是作为一个朋友来讲他还是很不错的，待人很真诚啊，不过他这个数学方面真的要好好提一下。Great! Hi Alex, I think you're a great guy. I've known you for, seems like forever. How long have you been here? 10 years? Something? And I think you're great, you're funny, you get all my jokes. And I think you're gonna go on and do great things. Hi Alex, 跟你相处了3年了，觉得你挺好的。但唯一的缺点就是每次做好事都不叫上我。别说，小米腿不错，他腰也不错，脸也不错，而且最近剪了个刘海还特别好看，你知道吗？要注意关注细节，我知道你一定不关注这些细节，所以我告诉你这些细节，然后回去好好，就你懂的。就是一个台湾的臭傻逼，你知道吗？他自以为自己是大陆人是吧？你就是台湾狗，你应该要喊一个台湾万岁，你知道吗？Hey Alex, just want to say congratulations on your 1 year anniversary with Michelle. You guys are very cute together, and I hope you guys last for 99 more years. No. And you guys have 5 babies and 2 dogs, 1 cat, maybe a couple of birds and turtles. I'm so happy to see you grow up and become somewhat more responsible and, you know, just a general, an older, uglier version of yourself. Turtles! But, yeah, congratulations once again, and I hope to see you again. Turtles! Always. Hi, Alex. 祝你跟小米幸福。然后我觉得 Alex 哦，我不是跟你很熟，可是我觉得大家都是台湾人，然后又在一个学校里面，所以就有亲切感。Go away！ 好，然后祝你跟祝你跟小米可以幸福，一直到在一起永远。Hi Alex， 我是 Jasmine。听说你和小米明天就一年了，对不对？哇，这时间过得好快呀，你们都快一年了。我来这个学校快2年了吧，之后你们一直在一起多好啊，有点羡慕。虽然你们有的时候就是吵架，不过你们可以很快就和好，我感觉这点挺好的。真的，我希望你们继续在这个高中时段里，在我能看到的那一时间段里，你和小米就是互相更喜欢对方，就能更理解对方，就能
每次吵架或者有什么矛盾的时候让一步，这样不是更好吗？你看小蜜都为你准备这些了，说明她特别喜欢你，不想失去你。但一个女生准备为一个男的准备这些的话，就是非常想珍惜你的意思。无论如何，我希望你和小米就是幸福快乐，1周年快乐，拜拜。那个 Alex 啊，其实认识这么久了吧，然后也是就怎么说呢，哎，其实傻逼嘛，就是大家一起这么傻逼了这么久，玩了这么久，一起疯嘛，一起那个。然后这边你跟小米也一年了嘛，确实这一年，说快不快，说慢也不慢吧。但祝你们好好的，现在你们也各自考了不同的大学嘛，希望毕业过后大家都一直有联系，然后你们也好好的。What do I like about Alex? So many things. I love how friendly and welcoming he is. He always has a smile on his face and is welcoming the people around him. He's always got a little spring in his step, which makes me think he's excited about life and just ready to do the next thing. And another thing I appreciate, which is a little bit superficial, but Alex has good style, like this cool sweatshirt he let me borrow, and I appreciate that he would let me borrow it. So, Alex, you're a great guy. I appreciate you, and I'm so thankful for this year that I've gotten to know you. Thank you. Hey, you motherfucker, come to class and do your work. Alex, 祝恭喜你跟米肖一周年，然后就希望你和米肖都能考上个好大学，然后今天我也知道你病了，所以就祝愿你早点考。Alex, 这个从前懵懵大小的他，他终于长大了。虽然还是萌萌的，然后我希望你以后有机会跟中国玩，他毕竟是困难的。你是个很好的朋友，也是个很好人。祝你现在快要毕业了，祝你在大学日子更加顺利。也希望你一天一天更开心。感谢小米粥王佳怡对我的邀请，我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和你们说，祝你们一年快乐。首先呢，怎么说呢？你跟小米一年了对吧，他就拜托我弄个视频给你，但是呢我并不能录视频，没有为什么，别问我，手机差呗。祝你们一年快乐了哈。你们也挺不容易的，想当年也分分合合了对吧，那分的时候小米也挺难过的，那时候我在国内，我挺记得的哈，那时候还跟他聊了个天。毕竟你们走了那么长时间也不容易啊，别像我那样吃屎就可以了哈。祝你们一年快乐喽，我也不知道说什么了。Hello， 知道我是谁吧？这个什么，给你看，我做的。你不许说丑，虽然我觉得是挺丑的。然后，你也应该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所以说，我就什么做这个视频给你。然后我在这边录的时候，我是提前录的，所以也不知道就。我拜托别人，也有拜托别人做很多嘛，然后我也不知道他们有说什么，毕竟我想我自己是亚洲的，然后他们说什么我其实也不怎么知道，还应该也就是都在夸你，说你是个很好的人，说你很逗，说你平时怎么怎么样，然后很乐于帮助别人，很有责任感吧。因为他们当时就是我找他们的时候，我也就是或者还有一个就是说你是个很蠢的人，很傻的人，因为当时就想说就是不知道他们说什么时候，就是跟他们做例子，因为在我眼里你的确是个就是有时候很好玩，有时候很认真，很讨厌的那种人吧，就有时候可以很喜欢，有时候可以很讨厌那种。然后就像刚刚说你很有责任感，然后
也不是说就是就啊也有吧，但是就是当了我男朋友之后你就很有责任感什么的，然后哪怕你在平时对你看到的任何一个人你都会有那些责任感，就也会很乐于帮助别人。就像之前我说我不想你就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去为别人做作业啊什么的，但是你也会就是说到底你也是会有去帮他们嘛。然后虽然也不是说怎么样，只是因为你老是太晚睡，然后你第二天就会不睬我，所以也是偏自己心思吧。然后就不想你第二天就什么突然就觉得困，然后就睡觉上课，然后你什么都不听，然后你到时候也什么都不懂，考试的时候也不懂。然后你平时也是个很好的就是那种人吧。然后就像之前前第就是之前做那个东西，就说当时被你的一个小细节给感动，就第一年的就在一起第一次情人节的那个小细节，就是哪怕已经吃饭吃到没有钱了，然后还是会就是看到人家有乞丐还是会给他钱啊什么的，就也不会就是想太多。就像我可能我没有钱我就会自己留着了，没有办法，我没钱我怎么办，我都自己都养不活。然后那天也是去买东西，然后你也会就是给就是看到门口有个人，然后可能觉得他比较可怜，然后就给他买水喝。然后就这种小细节都感觉就是挺能打动人的吧，可能我比较特殊吧，反正让我觉得挺感动的，就觉得你就是哎，反正就是就很好。之后还有什么能说了哦，就有点哈气。就你也特别能包容我，就是待了那么久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就是有些时候也就是会很多疑，很怕一个人，然后就会一直猜这个猜那个，不开心这个不开心那个，就也谢谢你能一直忍了那么久，然后哪怕吵架也继续就是好了什么的，就一直谈了一年吧，就也挺开心的，毕竟也算是真的是彼此都最长的一段恋爱吧。然后自己也是觉得哇挺不容易，终于打破了什么三个月魔咒啊什么这种，就之前也一直担心什么三个月就会分手，然后也跟你有说过，然后一下子就谈了一年了。然后就算中间有不在一起的日子嘛，有分手过，但是也把分手的日子去掉了。然后两个节日都有过，二月八号那个本来的一年的那天，然后再加上这个，我不知道你会不会帮我过，但是我想的是我帮你过一下。要到五分钟了，我要先停一下。然后一年了嘛，然后感觉你也为我，其实说到底也是做了很多事情啊。就像你上次跟我说的，就说着说着就其实也就是吵架，本来是在吵架嘛，后面说着说着也就是觉得好像也确实你为我做了很多事情了，然后觉得也没有必要生气。那没有办法，有时候突然就生气了，你要体谅我，有些时候特别是大姨妈的时候就气就啪啪啪啪啪这样上来。所以就也知道你为我就是改了很多事啊，做了很多事，也挺感谢，也有一些挺对不起啊什么，就像你自己也说过什么就是变得不像你什么的，但哎就是想让你多陪一会儿女朋友嘛，因为我也不知道以后会怎么样，就说到底我也说不准呢，能多在一起一天，能就多陪一天，开心一天，就是会比较好吧。因为以后真的去大学了，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也不能说什么打100%的保票，说什么还会在一起，还会怎么怎么样，每个礼拜见一次这种，
也不一定吧，就你也不敢打这个保票啊，就很多事情都不懂，所以万一你到时候去看到哪一个美女，然后你就觉得哇那个人真好看，那个人腿真好看，哇怎么怎么样，然后你就去追了，那我也不能说你什么，只能说就是哈哈哈哈哈哈，然后我在背后把你骂成傻逼。嗯，那没有办法，我就是这个样子的人。然后我觉得之前说过的话也很多都不用说，就像就说什么感谢怎么怎么样，感谢 CCTV， 感谢一堆破很奇怪的游戏让我们在一起，感谢一个 final， 感谢你很烂的数学让我能帮你复习，然后最后能在一起啊什么的，这种话就应该也不用说。然后也就是你确实很多时候就不是很懂玩惊喜，我也不知道你有为我想过要干嘛吗？这个一年可能你觉得啊我们2月8号那天你有为我过过了，所以啊不知道啊，就也是想说就是让我自己猜一猜的心情，可是要是你真的不给我过什么，我可能哎呀无所谓吧，就吃顿饭其实也就好，嘿嘿嘿，毕竟也过了那么多，这个也应该算是我给你过。然后其实我真的吃穷了，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就反正一年下来我真的就是发现就是挺喜欢你的吧，哎，那个三个字我觉得还有点小害羞，我也不知道就说不出口，就反正怎么来说，可能就是你话比较少，跟我就是不能说，就是因为我比较话痨，你也是知道的，就有些时候我们话比较少，让我就觉得有点不开心，就突然间就是你跟你朋友话一堆，然后到我这边来就是很少的话，然后就感心里有点不大平衡，所以有些时候突然间不开心了，就也不是什么别的，就自己小小的闹情绪吧。但是别的话都感觉就是一直处下来也都很好，也觉得是个能就是挺合适的人吧，除了话少之外，然后情商其实说低也不低，说高也不高，就真的好好吧。就有些时候话比较冲，然后突然就让人不大开心，然后有些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准备惊喜，然后但是其点一下然后也都会做什么的吧，就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吧，就知道我会生气了然后就会做到什么的。又要到时间了，有点难过。还有就是之前也有说嘛，就是你经常就是生病翘课什么的，就其实说到底我也不是很想每天都去上课，谁想去上课是不是，就也就是天天怀着就是去学校能见到你啊这种心态然后才想去学校的，所以你有些时候我生气啊什么是因为就是我都大清老早为了你起床了，然后你却因为什么你想多睡一会儿什么的然后就不来，那我当然就不开心啊，然后你要是那样的话我也不去啊，我又没什么影响，就毕竟就感觉就说到底我们睡的时间也都是一样的，就比如说你一点睡那我可能还要再晚一点，就也不会比你早多早睡啊，因为一般都是要说的晚安才会睡，基本上都是你睡比我早，所以你有些时候就说你困你累，然后那我就心里很不平衡啊，我也差不多一样的点睡，然后那个点起来，然后为了你，因为你是7点才醒的嘛，我一般平时如果家是有司机的时候，那我就得6点45、50分醒，就肯定比你早，
我又不知道你说什么不去学校，我就会去洗头。那我洗好头，我就得去吹头发。那你到时候突然我头发都洗好了，然后你要我继续睡，那我肯定也是很不爽。然后再加上你有些时候你七点多的时候才会告诉我你突然间就是不想去，那我都化妆什么的也都好了，你总不见得让我再去卸个妆吧，然后头发也吹好了，那肯定是我觉得很烦呐、啊。我旁边有个人一直在挠我脚，妈的，智障。然后，哦，我真的就是个话痨，但是我也没有什么写稿子，所以也不知道说些什么。就我是希望就是我们都那么久了，然后吵架什么的话就不要就放到第二天。我一直有说我不喜欢就是吵架放到第二天，就那样的话就是感觉就是一直拖着不好。我喜欢就是不开心啊什么当天都讲掉，然后第二天就能开心一些，不要第二天前一天晚上的气还留到第二天。这种我一直有跟你说过，所以哎，希望你也能做到吧。就哪怕就是你低头我低头，互相随便谁低头就能把气不要撒到第二天就好。有些时候你错了我也会去找你啊，有时候但我好多次你都不会来找我，哼。然后还有还有就一年这些一年下来，然后我们回忆也是很多，拍过合照也是超多，感觉就是我现在自拍已经很少能找到我单人的那种自拍照了，一般很久才会拍一次，也不是什么自拍狂魔，突然就想化妆拍照什么也很少了，可能黑莉不在吧。然后一般出去玩就会想要拍合照，然后手机里一般和你的合照就真的一堆。之前突然间很生气，把你不是拉黑了吗？然后我就去把照片删掉，然后删了之后，妈呀，这删了好累啊！后面就没删，就删了一半吧。后面又好了，然后再把它拉回来，哇，好累啊，真的。所以尽量我们不要生气，尽量都，笑口常开。又要满五分钟了，那我得再停一下开一个新的。哦，这个好烦，因为我不会一直用这个，所以他说我不是达人，不就超过五分钟不能导出。那我想要好看一点，因为苹果自带太丑了，这个角度怎么找都找不好看，所以我先继续。好，我们继续。可是说实话也不知道说什么。关于之前那个说到的那个你说到的事情做不到，其实也没有每次都做不到吧，就是有些时候期望很高，然后就会，你也懂我这种人，就是会比如说你说一件事我就会开始想很多，然后就会很开心嘛，然后后面就突然间就不行了，所以就会很，就是也不是很吧，就是有点小小失望，然后每很多次都这样的话就会不大开心。我什么都能不开心，也是辛苦你了。然后哎，我这么丑的人也能跟我在一起那么久也是很不容易，谢谢你没有为了美女抛弃我。可能有过吧。然后然后之后如果你去了那个 Capoli， 就是希望你也能好好学习，毕竟我是想去 Irvine 的人，也不能怎么天天跟你在一起，如果我们那时候还能在一起的话，也不可能天天督促你学习啊什么的。然后你也说了你想学那个商类那种类型 marketing 啊什么的，
那肯定很难，就算看是说是说不怎么接触数学吧，但是肯定也会有一些，就你也别觉得什么我会骂死你呀什么的，就是会很不耐烦什么的，就你可以来问我，反正到时候说实话专业也差不多吧，就那种方面的问题应该也差不多。然后有数学的话，你也别说什么哦 ，Ted 在那边，泰迪在那边，所以你可以先问他，你也可以问我啊。怎么说也是你女朋友，不知道那个时候还是不是，但是，但是如果就是到时候不是，也可以以朋友的身份来问我，这个我也没有问题。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如果到时候真的不能继续，觉得累或者怎么样，就还是当朋友吧，也不要说什么当不成朋友，就感觉如果是当朋友的话，应该也能成为很好的朋友吧，毕竟你是什么，比起女朋友跟朋友话更多是吧。然后希望你就是能早点睡觉，你也不用一直管我几点睡什么的，因为我其实说实话一直在等你睡觉再自己再去睡嘛，或者有些时候就是比较嗨，晚上不想睡觉，然后可能现在不是，现在其实很想睡觉，但是现在你去洗澡了，也没有，其实只是想做好视频嘛，然后你看到没有，我还打哈欠了，眼睛都红了，你得好好报答我，补偿我，你得十个抱抱，我要有诚意的那种，然后之后反正希望你也能好好照顾自己吧，因为你是那种很不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人那种类型，就不要什么一个女生问你借外套你就借给她，什么 Jasmine 问你借衣服你就借了，到现在都没还你是吧，都说了我吃醋可以吧，然后不要对女生太好，妈的很难过很吃醋，闻到没有，然后对我才是你女朋友，他们朋友而已，朋友而已，你对女朋友好就够了，真讨厌，女的就女的，男的话我也会吃醋，男的话比我还多，为了不要让我觉得真的就像一个话痨一样，有其他的话就之后再说吧，记得夸我，然后就差不多就这样吧，反正一年快乐，一年走下来也不容易，谢谢你一直在我身边，然后吵架也会和好，和好又吵架，这样也一直很不容易，就谢谢，然后对不起，一直老是乱生气，然后以下请用100字夸我可爱，一定要夸，不行，这是我臭美时间，不许给别人看，这是我的机密，对，不然让人家觉得我那么自恋，长那么丑还那么自恋，不大好。去，这是傻子，这是个神经病。好，请好好报答我，不给我报仇，一定要抱抱，很有诚意的抱抱。baby， 一周年快乐，嘻嘻嘻，抱抱。Love you. You're
헤매며 깨지는 유리병 우리 모습일까 나 깨갈린 하늘이 금방이라도 부서질 것 같으니까 왜 이제야 왔냐면 날 기다렸다면 내 사랑 반겼던 너는 이제 어쩌다 마주친 모르는 사람보다 차갑게 얼어있다 환한 네 미소도 따뜻한 미 시간도 멈췄나봐 우리라기보단 이제 너와 내가 됐나봐 사소하게 지나간 모든 것들이 다 지나가기보단 놓친 것 같아 네 손이 참 따뜻했었나봐 흔들리는 널 이미 알았어 그래서 더 꽉 잡았어 널 안았어 널 가뒀어 내 사랑이 독해졌어 Yeah I know 모두 내 탓인 것 But 미련이란 거 희망이란 거 놓을 수가 없어